高雄这灯会开幕，主灯秀有那设计全国头一遍有诶宽港烟火，讲要烟500公尺诶，一个水花咧放出，场面是真大场。啊，像台南是办电音三太子诶跳舞比赛，实在是真趣味。高雄灯会艺术节正式开始。高雄灯会点灯，对爱河到高雄港将近600,000的民众拢走来，就是为着要看只有高雄才看会到诶水花高空烟火。而且六分钟的宴会内底，今年还佫添加这个全国头一遍出现的环港宴会。白色宴会轮流对高雄港边放出来，甲海面上的水母互相映照，民众看了真热闹。有十年历史的高雄灯会宴会已经真有名声。多合并的台南市今年元宵节是选择甲地方的庙市合作，举办电音三太子的比赛，同款提早一礼拜开始，来吸引游客来看。比大点帽啊，甲目镜，电音三太子比赛进行先游街，造型比创意，甚至还佫三太子穿军服，上台了后还佮比跳舞。传统的民俗技艺的活动，我们更希望推广到不只是全国，更希望是推广到国际去。礼拜中间来自全国的21个参赛队，还要进行几天的比赛，到时阵才会产生全国同奥游的电音三太子，一只人无报的。